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 OK， 现在呢我们要继续开始我们情歌仙的旅程了。 OK， 好，那个上次故事到九死一生洞，然后我们只是要挑一个洞进去，这边很容易死掉，所以我要弄 SL 大法。好，好，随便按，真的要跳进去吗？跳！寒风起于天门处，怀君主去应南门。天道良哉，地良哉，世道无奈，万无奈。我死掉了。哎，拜托，这怎么跳啊？谁知道啊？寒风起于。看我会死几次，两次了。寒风好三次。哎，我真的很衰。三。寒风气息。不是，不是四次了。不会这么衰吧？还是每次都不一样？四。寒风气息。五。等一下，我有这么衰啊？五要六了吗？寒风六十六次了，哎，我全部都四完吧？六六六六，寒风气息七，哎，不是吧？七，寒风八，八，哇，第九次才走到，好。我进来了，但这边好像也会那个会死掉，所以还是要小心。哎呦，宝物捡，移魂什么？移魂色哦，这边没有音乐哦，也不要以为大家我把音乐关掉，是没有音乐，真的没音乐。好，每走进一个洞都要小心，不然都像这样死掉。哎、欸，这边还有，那走另外一边，这边呢？因为有一个是出口，哎、欸，有音乐了，千里宠物卡。剑传话就是呼叫起路人，就是直接开商店的那个模式出来，就不用去他家，不用去他家找他买东西，还蛮方便的。请给一些惨叫声。好，所以这边没东西了，走这里。哦，哪个呢？先走中间的。左边左一是死路，左边左一是死路。哎、欸，好，左边右一，左一是死路。那继续往右走。哦，宝箱。小金刚刚遗落的丈八玉什么？是这边都好，这边都没东西。好，刚才是走。中间的吗？这边有三个洞，要走这里。右一左一是宝箱。右一左御风珠，御风珠又没音乐，增加风属性，吃吃吃吃吃吃。这边应该死路吧。真的是死路。哦，哪一个呢？哦，宝箱，强脑丸，哎呦，这个了，出路。
香精刀，爆眼爆吧，爆眼香精刀。好，走完了。有光线是出路，我老辛苦让洪福齐天，殊不知我已经死了好几次了。赶快叫独眼龙金太杰送我脚印进这么一个宝箱，哎，可能要走下一次才可以吧，因为回不去了。好，我有空再去捡，不知道是什么宝物。火龙果尚未成熟，外表炙热，无法摘取。应该没东西了吧 ？OK， 好。半信半信一半信，转入转到是转经，脑中心思做万贯，将个父母半边亲，三人成将别人数番亲，本地在四川山玉湖地，第六次连无人来，不必因度来。好，一线生没有口白，一线生就是现在去世徒了。那就喝我泡的茶，哦，那就喝你泡的茶吧。他们今天的来意就是为了纸批的事。以前苏完真的那个口白比较有那种，我比较喜欢以前的。小鬼很面善，不知道哪里看过啊？你是小金刚吗？九十一生洞乃是我师尊所拍摄，我通过他九十一生洞之后，与他师徒有缘，他便收我为徒了。哦，那你师尊现在在哪呢？师尊现在品茗亭。解除一些奇奇怪怪的状态吧。哦，算了，我先念静音咒。静音咒。嗨，苏婉珍。嗨。我要先去逛他们的家里，看有什么宝物之类可以拿。还魂香。南山虎虎拳好像很厉害哦，南山虎虎拳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大家不觉得这首歌很耳熟吗？是楚留香的吗？这是五环针，请问你擎天子到底有什么关系呢？擎天子是我的徒弟，可怜无土已经一命呜呼。那玄子神功是你创造的哦，正是三人，使死必重生，可以化解武林危机，但也会再引起武林风暴。白骨灵车之主确实龙飞池中物，
白无灵是为什么希望史皮诺复活呢？第一，他要记得请该先了解我的行踪。史皮诺是复活，将要变成他所下意的大将。那你又何必为自己塑造一个敌人呢？史皮的重生对我非常不利，但他的重生也可以化解整个威灵灾厄。到底你说何者为重呢？不是啊，你以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菩萨心肠，可是你就不能替自己想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吗？三年后武林会走到魔灵乱世的局面，白骨灵则刻意调教 三名先天带有野性的孩童，传授邪法魔功，未来残暴狂野的个性非是凡人可以对付。即使吾诺要取这三名婴儿的性命只在弹指之间，但是叫我如何下得了手，这确实是一个难题，看来要说服三魔灵只好让紫飞去做了。是啊，只有如此让武林安定，我素还真多一个敌人又何妨呢？你真是行天道又救苍生，救苍生又行天道。道友，我有一件事要麻烦你，请你在15天之内用三阴烈火钢再造一只刀锁。难道要将这只刀锁送给金太极？15天之内我是无法将刀锁制造完成的。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，金太极，你们必须将五宝快速交给我，才能使紫聘重生。你们即刻前往冲奈山珍珠地，找寻关山万云楼的楼主，必能得到五宝的线索。顺便吩咐楼主，千万不可鲁莽行事，白骨灵车交代之事一定要照办。就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去找关山万云楼吗？万云楼，八仙寺，万云楼，没东西，哎呦！好，我们再走一次多次一针洞，因为要去捡那个，是这个吗？对。真的吗？什么秘籍？是秘籍吗？真的，还魂咒秘籍。我又回来了。好，望云楼，出发到望云楼。我想叫丁克鲁奥永林告诉大天气，我这江湖中再也没有亡魂楼的存在。哦，口气不小。亡魂楼只要我有破心化红魂，就会永远存在。那我只好用武力了，用破心化红魂两剑吧。哈哈哈哈！我的剑在鬼心，求魂在上角，是天下停，性命就停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收拾到盲目神剑，浪费。是主人剑筒叫剑秋风，原来主人的青筒超越视野。阿梅唯一很厉害的无形剑气，杀人在转瞬之间，不过还是差了独眼龙金太极一点点。在花风无会失入江湖之前，独眼龙确实是一个万胜不败的英雄，威风八面。可是遇上花风，只能扮演一名失败者。
你这画风快快现出双手，否则刀手不容情。那我与他以君子决斗，再去操纵生死之手。很好，我将那轰动武林的花眼鸡当独眼龙屈膝在我之下。接受你的挑战，很好。什么时间？什么地点？明天在战龙岗等你。难道战你独眼龙吗？这个地点，这个地理对你非常不利。不用，置死地后生这句话，难道你没有听过吗？好，就在战龙岗，明天我一定到。就这样。风雨，这场决斗你有几分自信？欢迎金刀的，欢迎金刀独眼龙的金刀快斩，对我来说是雕虫小技，不可太轻敌。放心，我也是独眼龙，生不如死。很好，但是不可太过火。我有诅咒，我借中独眼龙的意思，恐怕独眼龙会因此因你而死。线索，百年不死之脑的线索，万一有客房中，都不能放过。玄阶带我关来，好像一种武功招式，我领悟不出来。好，等一下我就引悟给你看。好，其实这个领悟有一个方法，可是那个招式里面有。青龙山丘有兵器，今夜公司在何处？茅山十里小亭前。龙鸟感恩机密事，今敢相见是何人？忠贞不二的守节，我最爱的人让我背负了复仇未报不孝之罪。在20年前，我父亲欧阳生是被丹峰剑法所杀，而丹峰剑法就是我的丈夫剑长玄的独门剑法。我兄长欧阳认定是剑长玄所为，因此双方发生争战，随后剑长玄离开了欧阳山庄，从此音信全无。剑长玄离开经过了一年，我就生下了花风。我的兄长为了报复仇而加入了齐恨海，成为恨海主宰暗流军。花风60岁那年，白骨灵神出现，他好心收留了我们母子。数十年来为止，替白骨灵神做了不少事。有一天我接到一片情帖，上面写着认贼为父，怀疑白骨灵车就是20年前欧阳山庄的血案有关。时机未到，只有再忍耐。有，所以，可以出去吗？不行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幅画，就是点了之后，好，就这样。这时候就是让秦哥先继续，就花时间等，然后就领悟到一套武功，然后好像是什么跟仙剑有关系的一个武功。不过以前玩的时候都不知道这件事情，因为那时候一直按、一直点、一直点，然后以为是一直点才会学到，结果根本就不是，是按了之后，那秦哥先慢慢在那边看，哇，这我觉得这个是蛮特，真的很特别。那个时候玩的时候是蛮压力的，好，就大家就慢慢等一下，
不知道等几分钟了、啊。然后关于录制游戏的话，大概就是三款游戏分别录。然后最近又找到一款游戏是外国的，然后那种游戏是好像益智类，但是它 OK 好，领悟出来了。好，然后刚刚说的游戏我忘记叫什么了，然后就是等一下要跟大家分享。对，是一个小游，也不算小游戏，是有剧情架构的游戏，个人还蛮喜欢的，所以到时候再录制给大家看。好，一套武功，仙风云体术一式。就我觉得这招好像是没什么屁用啊，身法暂时加九回合，其实有啦，就是。就是有用啦，就是行动变快啊。OK， 出发。百年不死之脑、万变魔女和莽中龙目前在阴司潮，听说练成蜕变大法的人永远不会死。如果想消灭蜕变大法的邪术，必须在他不死之脑插上吸人针。关于蜕变大法，就是蜕变妖狼也会。我战狼敢赴约。哦，所以就我们两个人去哦。哎，这里是，我们去看一下这里。哦，这是藏龙港吗？看来这边就是阴尸草了。藏八玉龙区。可以攻击敌人全体，因为六十一伤害才六十哦，啊，十字黑钢刀嘞！攻击敌方全体，哇！哇，蛮猛的！哇，这大头好恶心哦！已经死了，不是死，我那个钢锤用的是就会没耐力了。OK， 好，那我们 这集就录到这边结束啊。OK， 好，那谢谢大家的收看。那喜欢的频道，到我 YouTube 频道按个订阅，然后也到粉丝专页按个赞，那追踪最新的消息。OK， 好，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了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